乔妹，鱼哥，阿乔，阿鱼呀、啊，亲爱的，你个杀千刀的！说，啊，这根头发为什么比我最短的还要短0.1毫米？姐姐，你听我解释，这头发它其实是……啊，你个没良心的！前些日子说我头发短不够魅力，现在好了，头发长长了，你口味倒变了是不是？不是不是，你听我解释啊！少说废话，你自己知道该怎么做。这么多人呢，不好意思。啊？哦。来人。看我今天不收拾你！啊，鲁肃齐名都督啊，都督啊，都。啊嘟啊嘟嘟嘟嘟嘟嘟、嗯嗯、如果我说我在数蚂蚁你信吗？啊信啊信 啊, 啊我在家经常也数的、啊、是是是是、一二三四嘟嘟 啊中文我已经集齐中军大帐了、嗯、等候嘟嘟发号施令呢。这种事你不早说，我怎么知道你数蚂蚁？哎，小乔，我有军务事在身，这个啊军务要紧，就请嘟嘟速去吧。好好好好，我们直接敢问鲁大夫、啊、军务何事商谈完毕呀、啊，我好为嘟嘟准备准备啊。他这个军务繁忙，嘟嘟今天晚上就不回来了。好兄弟，赶紧请你吃饭、啊、不多说了不多说了、我马上下来。走走走走走走，嘟嘟慢走啊。哼，逃得过今天逃不过明天，早晚收拾你。夫人在家吗？夫人在家吗？找我家夫人何事？这有黄老先生给夫人的密信一封。哦，拿来我看。夫人，哼，居然有这种事情。嘟嘟声赞，你们在笑我吗？穿成这样不容易，大家别笑了。周瑜都上不来了，你说这能怪我吗？啊，能怪我吗？头发短个0.1毫米，他都看得出来，他2.5的视力啊。哎呦，嘟嘟的女人嘛。参见嘟嘟。参见嘟嘟。中尉请坐。嘟嘟，您等会儿。啊，黄老将军甲胄在身，辛苦了。黄老将军慢坐。就这一身甲，四个人坐了一下午啊。哎，不容易，不容易。好了，我们说点正事，前方战况如何？启禀都督，嗯，有前方甘宁甘兴霸将军带回来的及时战报。哦，那我们赶快连线一下前线甘将军的报道。哎，甘宁，甘宁。那甘将军，曹军战绩如何呀？曹军作为传统军事大国，在以往的历次大战中均占据了金牌战绩榜的首位，但这一次赤壁大战虽然大将学了主力，但曹军在金牌战绩榜上仍以36艘的成绩落后我方。这徐尔楚四何许人也？哎，就是徐楚，没事给自己起了个外国名儿。哦，臭美。甘将军，曹军对于战绩落后我方有何反应？好的，周军，据我了解，普通曹军士兵普遍对此感到有些失落。曹操为了稳定军心，擅自把基层金牌战绩排行榜改成了基层总传指数。数达
一百一十艘，领先我们的一百艘。因此，这一次他们仍然排在我军之前。连山板都算。不止如此，曹操方面近日还宣称，击沉金牌战舰数应该按照参与。不好意思，我们看来连接上有点问题，请大家耐心等待，我们再次试图连接前线甘将军的报道。大家不要跳台，广告之后更精彩。哎呀，我说这个卫星也不靠谱啊，确实是让雷劈了。你说人家连线一次容易吗？不容易，现在在哥本哈根的多难。就是人家在丹，人家都到丹麦了，还给我们啊来表演。不是，这回露馅了吧？得从头开放。哎呀，难得一见，大家再听一遍。大家晚上好，这里是赤壁大战。有谁记住台词的，可以跟着一起念。这甘宁也是紧张啊，给我来一遍。打的是我呀，他着什么急了？新的自卫之中奋勇拼搏，击毁了敌军战列数远远超过之前历次大战。给大家介绍一下，有认识的有不认识的，这是我们相声社的一位元老于振华，连演了四届中秋晚会，今年最后一届，人已经走了还用这种方法啊、为我们啊、中秋晚会贡献了一下。我们这儿代表老于谢谢大家。我是不是该说点什么呢？啊，对，你是应该说点什么。好吧，甘将军，曹军对于我战绩落后我方又有什么反应呢？因此，这一次他们仍然排在我军之前。孙子，